月二十一日，林志颖发文解释了为三个儿子留长头发的原因，并晒出自己儿时与父亲和三兄弟的合影。小时候的林志颖和小时候的小小智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傻傻分不清楚。2013年，林志颖携大儿子 Kimi 参加亲子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，那时 Kimi 所留的发型就与左侧林志颖的童年发型一模一样。 Kimi 的双胞胎弟弟也是留着与哥哥爸爸相同的发型呢。林志颖称，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留长头发，看看这照片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这种造型，应该是我们林家传统吧。